大家好，我是蓉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不用烤箱也能香酥掉渣的酥饼，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哦。先来和面吧。面粉300克，盐3克，食用油30克，常温水140毫升。上手揉面。觉得不太好揉光滑，就先松弛10分钟。再来揉就特别容易了。表面抹上一层食用油后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醒发1个小时以上。醒发的时间越长，这个面的延展性就会越好。再来做一个油酥面团。中火烙2分钟后翻面，继续烙。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我这个糖饼做的比较大，翻了3次面才出锅，其实还是比较好熟的。没有擀破的饼在烙的时候也会鼓起大泡，呈现空心的状态。酥脆到掉渣的糖饼就可以开动啦。外皮都是脆脆的，轻轻一碰就掉了，一捏就成了渣。掰开看一下，超级香甜诱人的红糖馅儿，不信你自己看。喜欢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。